千仞姬的罗伊人圈粉无数，近日他在微博晒出一组画画，原来千仞姬的画工了得，看完再说，这些半只眼睛你能认出是猎场中的谁吗？胡歌的太像了，很多网友都表示看不出来，原来罗伊人真的是多才多艺啊。千仞姬是被演员耽误的画家，流泪的眼睛真的是惟妙惟肖，栩栩如生了，这样的千仞姬你爱吗？相比千仞姬的半边眼 baby 拍卖18万的抽象画，你觉得谁更有含金量？这幅画名为未来，画面形容是，我以为这天最美的这天出和日落，其实这天空有无数四彩宇宙飞船，代表着将来科技，两只飞鸟代表生命，祝愿孩子们有美好的未来。千仞姬拍猎场时才24岁，之所以选定她做女一号，是因为导演姜伟比较认可其青衣气质，她最符合角色要求的是稳定相当，稳当安静，五官轮廓端端正正，漂漂亮亮，一个文艺女青年的形象，